刷酱再翻面，中秋烤肉大家通通有备而来，准备香肠、鸡腿肉还有牛肉片，就是要大口吃肉。我们有和牛，和牛是可以借我们看一下你们的和牛吗？所以为了这个烤肉特别去，对啊，就去采买了一盒和牛这样子。平常都吃，都有在吃菜啦，啊，烤肉就是烤肉啊，烤青菜比较少啦。中秋烤肉就是只想烤肉来吃，但家财民众也想体验过节气氛。虽然吃素，但也是有素食烤法，青椒、小黄瓜，还有甜不辣跟豆干，通通串在一起也好美味。朋友，我们都素食的朋友，哎，但是也想要体验那种中秋烤肉的感觉。哎，对对。每到中秋烤肉，大家都在比拼谁的食材最丰盛。有网友分享家中烤肉食材，引发热议。冰箱绿油油一片，塞了满满的青椒跟玉米，光看照片就能闻到满满菜味。有网友留言表示，蜡笔小新肯定逃家，你的朋友都是牛吗？还有网友苦苦回应，我家这边的青椒都被你买光了，难怪找不到。爱吃肉的网友还直接打枪，今年可能不参加了。但专家提醒，肉中的蛋白质碰到高温会产生异环胺化学物质，属于第二级致癌物。在国外其实他们有做了一些研究，他说我们在烤肉这肉类，你是事先如果先什么腌制过，你可以加一些什么洋葱，还有加一些大蒜，加一些啤酒，甚至橄榄油，甚至说加一些红酒，加这些东西，其实他们都有一些抗氧化作用。除了别让肉烤焦，搭配新鲜蔬果或喝无糖茶，也可以吃得更加健康。记者陈芬宪、文小组台北报道。